谁哭得这么惨呢？我的天！这个发色，女侠，她怎么哭这么惨啊？原来女侠也……啊，女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哎呀，好巧啊！女侠，是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算了，喝点。你怎么这么晚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？上来。我听到啊。嗯。你说，对一个人好是不是真的没有用？嗯，可能是吧。我之前的那个女朋友就是。我处处都让着他，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，但是他还是不满足啊，一直 PUA 我，侮辱我。唉，幸好呢，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她帮助我，替我伸张正义。其实那个人就是你，女侠。其实我刚才看到这，哎，今天你睡床，我去睡沙发，晚安。我睡沙发。